老公，我们去吃什么呀？去吃火锅吧。哎，好，大姐，哎，帮我拿下包，刚好遇到你了，谢谢啊。谁呀，十号？你认识他吗？哎，你干嘛呀？我换衣服呀。你是出了啥事儿啊？你怎么跑到这外面换衣服？是啊，我老公还在这呢。我没事，只不过啊，今天我要去参加同学聚会，可是吧，我老公特别小气，我每次穿的好看显瘦一点，他老是不让我出门，所以我才到这来换一下的。我教你嘛，找一个像我这样的老公，瘦瘦的，就喜欢咱们这种胖的。是啊，我老婆呀，长胖了之后我也没嫌弃他，性格就是这样的。那每个人想法他不一样嘛，我老公也喜欢我这种胖的，只不过呀，我穿的太显瘦了，他没安全感，你懂不懂？不过也是哦，我看你肚子刚才挺大的，他那裤子穿上去之后就坐起来了。对呀、啊，美女啊，你肚子啊？我肚子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不是吗？哇塞，是我这个套装显瘦，比我还胖哦，但是你穿这套衣服比我还显瘦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因为太显瘦了，我老公啊出门紧张的要死。哎，来、哎，你能不能把这套衣服搞我试一下呀、啊？我要穿的好看显瘦，我们自己去买。是吧？我这穿半天才穿上去的，我怎么脱给你嘛？换换嘛。哎，来这样吧，我包里啊还有一身呢，本来买来自己换洗穿的，我先借你试一下，要是能穿就还给我的啊。行行行，没问题，那你赶紧试一下。行行行，拿着拿着。哎，那个裙子啊，你那时候瘦穿的好看，现在都长胖了，早就让你不要穿了。你不是很喜欢我这个肚子吗？我也是说说而已。哎，那别说不喜欢，正常好穿的好看点呗。来，拿着拿着，你们两个感情挺好的，多多嘴啊，挺甜蜜的。我小孩都好大了，不瞒您说啊，我以前身材也还不错的，只是生完孩子以后这肚子啊减不下来。哦，那没事啊，穿衣服好看就行了呀。你先试一下，你要是喜欢的话呢，我再给你链接，你自己买呗。可以啊，要是好看我多给你买几套。好嘞。哇塞，美女，你裤子腰都好高哦，把我那么大个肚子全部都是可以包住，而且的话侧面还一点也看不出来，直筒的版型还特别修饰腿型，弹性还这么大。你再把这上衣穿我看一下。嗯，好。这个是一整套的，嗯，像你平时如果说在家做家务呀、带小孩都很方便，我可喜欢穿了。是啊，你这尿子穿上很舒服的，一点也不输那些大牌呢。怎么样？哇塞，媳妇儿，你这样穿显瘦好几十斤一样的感觉。真的？真的。那美女，你这套衣服到底是在哪里买的？贵不贵呀？贵啥呀？点这个小黄车，这一套才100出头的价格。哇塞，老公，我要买两身。没问题，买三身。买。行。